红豆生南国，我要吃荔枝。愿君多采撷，就要吃荔枝。我突然间想吃荔枝了。哎，荔枝好。哎呀呀！哎呀妈！哎呀呀呀呀呀！这样呀？哎呀，你不在自己屋睡，怎么跑我屋来了？你吵吵什么玩意？你把我被子给我踢掉了。我不保护你来了吗？保护啥保护？说了多少遍了，你这原地不动哪有什么危险呢？你说你心眼是不是长死了？人家说什么你信什么？再说了，你一个人住多不合群啊。我咋能一个人住呢？那张哲不跟我一个屋吗？那不以前吗？你不把人给轰出去了？轰出去也是暂时的，床头打架床尾和，闹一段过一阵就回来了。他床头，你俩夫妻呀、啊？床头打架床尾和。再说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俩夫妻也没事儿，你俩睡你俩，我睡地行吗？啊？那我踩着你怎么着？你怎么能踩着我呢？刚才谁嚎老一嗓子，站起来了？啊？不，那不可能！你是来躲什么呀？你踩我，不躲你吗？现在有一个睡书上的了，这又来一个睡地上，你这想干啥呀？这玩意儿不就找个地儿睡会觉吗？这干啥玩意儿啊？这样你跟我说，你究竟为啥？那但凡自己屋能睡，谁愿意睡别人屋啊？你屋咋的了？哎呀，话说呀，杜阿诺和洛小西大战，战火烧到了我的家乡。烧就烧呗，克服克服。那你帮着克服克服呗。你有问题，你克服不了，完你让我克服啊啊！你这，哎呀，我说生存大师啊，叫你呢。不是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生存野外生存这个事儿啊，屋里边多个女的。你就克服不了啊？你生存技能这项课你是跟谁学的？自学的。你看，我就说你不是科班出身。哎，这么，我有一个绝对高超的一个野外生存技巧，你想知道不？你说吧，没我不知道的。哎，好，非常好，就你这个姿势啊，特别好。然后呢，用一根绳子，你在这根绳子上睡觉。你看，你就说我就都知道嘛。你说那个叫《玉女心经》，还拍过一部戏，我演的嘛。然后演我姑姑那个，她就在绳子上睡。你演杨过？谁敢演小龙？你别管那个啊，最后一步嘛。这么的啊，我觉着一个野外生存大师必须要掌握这项技能。你这么说。我觉得还挺有道理，是不是？你这么的，你现在赶紧给我找根绳子，我教你。绳子，你有没有？我没有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给你找一根。来，就这根绳子啊。你咋有绳子呢？再说这绳子有点细呀。那粗的绳子不就跟吊床吗？那哪还有挑战性啊？这我绳，我绑哪呀？这绑树上吗？树啊！我这屋没有树，出去，咱外边不都是树吗？你找一棵树绑上就完了。哦，外面对对，哎，这门口好像真有棵树啊。树行，去吧，抓紧时间练习啊。行了，谢谢你啊！啊，不用谢，好好练啊！练成你就是杨过了。哎呀，一下能睡个踏实觉。哎呀！